好啦，呢部就出得好齊啊嘛，比較快啲中外檔啲馬咧，咁啊推騎咧就話係開邊外檔冚上嚟，跟住阿洛納奇咧慢變內檔都快過金槍勝啊，三四位就微起喐，但中間位置成通之光夾住你灰馬咧就係嗰只馬好勝銀人嚟嘅，再嚟六七位嗰啲馬咧裏邊內欄就醒目仔跑咗開邊烈火戰區啦，尾四位置咧就係嗰只馬如意快區啊，暫時開邊外檔拍住咧尾二嗰只馬咧就係成通，話嗰只馬大熱門騎夫王者尾三位置喎，再嚟四五個馬係一對墊後嘅就係喺嚟帝王雄鷹拍住寶神轉緊七百米大彎單騎況咧就是。阿洛納奇咧帶嚟國麗馬位，首爾就位咧就係灰馬仔嘅好勝銀影咧，再嚟兩個馬位裏邊內檔見到金槍勝咧拍住開邊咧就二碟，見到嗰只馬咧成通之光嚟噶，再嚟三個後邊見到微希玉到金牆唔放喎，拍住係烈火戰區嚟嘅，後少少開始喐緊手咧就帝王紅鷹咧，中間位置醒目仔咧，攝裏邊上嗰只馬咧都係走勢麻麻地嘅啫，咁啊就阿洛嗰筆咧就係一個愉快區嚟嘅，包曬尾兩隻啦，奇夫王者呢個位幾弊喎，拍住寶神啊，鬥到嚟呢個最後三百米路程啊，灰馬仔咧高人頭一騎咧好勝銀影帶嚟兩個馬位，後邊上嚟都係中間位置。宝神啦，立落地就阿洛纳奇嚟嘅，上翻少少成通之光，斗到嚟最后一百米，灰马越劲越劲嘅，好胜人影抛嚟三百米赢马，跑第二名咧就系宝神同埋影相，奇峰王者近啲啊，第四名就系成通之光都要影下相。